场裁判员及运动员。二号台裁判员冯雅琪，运动员刘鑫、龙毅。三号台裁判员郭桥，运动员王谦、孟凡宇。四号台裁判员张建国，运动员李毅南、郑凯。五号台裁判员叶希夏，运动员宁旭飞、吕劲松。六号台裁判员李亚丹，运动员寇燕琪、赵武纯。七号台裁判员傅中轩，运动员张汉轩、齐国孝。八号台裁判员杜环玉，运动员陈浩、刘正杰。九号台裁判员刘金浩，运动员张龙林、金俊。十号台裁判员张毅，运动员殷广仁、白鸽。十一号台裁判员王豪，运动员李赫文、李博。十二号台裁判员张星星，运动员胡志龙、马文兵。十四号台裁判员王瑶瑶，运动员汪瑶、单宏宇。十五号台裁判员刘东来，运动员马志宇、吕鑫。十六号台裁判员刘凯，运动员许爱佳、冯丽。十七号台裁判员张湘云，运动员管振、苏尼日。TV 台裁判员范文涛，记录裁判员高妮妮、赵奇伟，运动员王云、夏飞竹。现在已经开始。夏飞竹你好，请双手张开，预备，三二一，开始。王云获得第一局。上一场比赛刚刚结束啊，我们这边马不停蹄，对，继续来直播比赛。嗯，两位球员啊，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吉林的王云对阵来自湖北的夏飞竹。嗯，比赛依然是17局9胜100分钟限时，对，轮流冲球。那么男选手对阵女选手啊，要是礼让后一球，而且女选手在冲球阶段享受三球过线的规则。比赛开始，第一局王云开球。
没办法，这个位置只能上手，选择一个长台。夏飞竹来自湖北，并且在女子选手当中呢，比较少见的使用小头杆。左下最差呢，也要守住袋口。离贴不算太好啊，没有贴住。中间一号跟二号，白球跟二号是有缝隙的。继续左上角，同样防的并不是太严谨。漏球了，左上右上选一颗，那么现在呢，夏飞竹可以做这个减法，右上方十二号球如果说被挡得特别多的话，基本上可以放弃了，因为享受让后一球的规则。有把握再顶一下八，没有。
要把这个让后一的规则这个优势啊，女子球员要打出来。有点小。量了一个弹顶箍借力啊，嗯，这个角度，但是已经从白球这个位置告诉我们，在后面这几颗球难度不小。对，夏飞竹其实也是这个我们这么说吧，看到的这种女子球员里边啊，少数的一些用小刀杆的啊。对，而且球风啊非常犀利啊。男性化，但刚才这个白球从上从下往上，嗯，打左上方的时候，就是在这个选择上，我个人还是觉得他稍稍有些保守，在合理性跟安全性上，他选择了更多的是安全性。对，导致在后面的时候。你是把就像咱们说的，你把难度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犯规。啊，犯规了。自由球。为什么这么说？刚才如果先打十五，把九打掉，左上方中长台能保证夏飞竹是先打八号。你现在剩两颗，球权在王云这边啊，这就是一个。你在前面选择的时候漏步的地方，对，到王云手里啊，现在是一个机会，一七啊，有把握打七啊，因为打七不会去撞到黄一，对，带一些低杆没问题啊，以他这个准度来说基本球，实话讲以王云的能力名气啊，地位，他是不应该出现在第一、第二阶段的啊。但是没办法，对，台球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你有一两站，比如说有可能没参加，或者是成绩稍稍有点不理想，啊，甭管你是因为最近是这个商业的活动忙啊，还是怎么样的，新的事儿，你就会被挤到32名之外。而且王云这个相对低迷的状态啊，持续的时间也是不短。看看本站能不能够有所起色啊！嗯，至少打回以前的那种自信跟气势。第一局王云胜，比分1-0。谢谢。第二局，夏飞竹。
还能进攻啊，左上方刚才下飞柱大力炸球没有球进，王云这边选择单色球入局。局面拆解开来了啊，正常推，咦，再调也没事啊，毕竟右边还有黄衣啊，没勾到九没关系。小赛啊啊，小赛小赛赛，明显是反赛啊！对，边库之后拧了一下之后减速，这种细腻的这种旋转啊，这小头杆的优势，打点的丰富性就体现出来了。刚才看夏飞猪冲球啊，张指导，让我想起早年间我在现场看这个红牛杯啊，嗯，那些比赛当中的一些女子球员，女子球员啊，就是拉满之后，她先是趴嘛，拉满起身，嗯，然后蹬地，咣，那对对，相当暴力的啊。以前这个潘晓婷啊，嗯，对吧？傅小芳啊，对吧？甚至于刘莎莎、王云胜。都可以这样去炸，特别好。你觉得这个好像女生在力量上，这个以前的这个直观印象是觉得啊可能差一些，嗯，实际不是啊，掌握方式方法相当暴力，比男子长期的练习，职业的女子球员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机继续击打，开球时机，嗯，这是所有参加乔氏比赛选手们最不愿意听到的四个字，没招，大家都有追求，嗯，追求什么呢？白球稳稳地停在球台中央，然后呢中带有球进，一个非常散的那种练球那种，让你觉得哎想掉都很难那种面啊。但是这种开球就要求你又有近带啊，又要满足这个过线的球次才可以。嗯，所以说，一到比赛中啊，你可能还要因为这个场地，比如说现在是在冬季啊，干燥还好一点啊，夏季六七月份、七八月份到南方，对吧？你要更担忧这个台你的走速了，是吧？好多原因在里边，你就导致这个球可能开的就不太理想。是的啊。就容易出现有一些，比如说进一颗过两颗，啊，甚至于说一颗没进过三颗，没有满足这种四球过线这种规则，那就不可以了。这杆球往上，白球拉的有些多啊。嗯。但是感觉，看看能不能来一杆组合。对。啊，二三。
因为你有后一嘛，上方那个六都可以做减法。好球，够准，还可以，可以。黄一继续用二号调一个底带啊。先看角度啊，能打薄最好。如果说实在是太正的话，上库边的话需要发点力啊，然后右塞用一点。哎，稍稍的有点多啊。对，因为它是斜向嘛，可能多少会影响你出杆的。看准度。不行，我觉得就往前蹬一点。哎，对对对，叫中带反向中带。好球，不错啊，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出杆啊，在女子球员里边用小豆杆已经打得相当好了，算是质量比较高的了。实话讲，从刚才那个拉杆感觉一般的女子球员不敢那么打，都会以推为主啊，向前的为主。好球，漂亮啊！三局下飞主胜，比分1-2。谢谢。九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三年售后质保，抽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下飞主开球，安飞。线红自由球，能够往上走一些，哎，这样做6，顺势往下。横一点，细致。边库底库绕出来，稍稍一敲啊，
这一盘教科书一般的这个线路啊，脑子非常清醒。第四局，黄云胜一分，3-1。谢谢。第五局，王云开球。还是要追求一个技术性冲球啊。你看。开球时机。还是时机。第二次开球失机，下次判负一局。在裁判员取垫片纸的这段时间是不算在选手击球时间之内的啊。对，这个时间是刚好可以好好审局啊，对，审审局面，然后仔细的去把这个想法思路去执行出来啊。想法很好，接力，但是并没有接近。打十五，拿球权，左边中袋六号球其实。用十一号也可以接力进啊，这个角度。下方较位的空间呀，就是八号这边的位置，肃清一下。可以往上多推一点啊，看边库出来，解开了。
给他再一打，左边中袋可以接力。嗯，杆法还稍高了一点点啊，是的，还能够去再调回来。第五局，王云胜，比分4-1。第六局，夏飞竹开局。啊，不错，这炸球有球进，而且这个过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白球现在也在球台中央稍稍靠右的袋口附近啊，看定颜色的话，花色呢，嗯，右下方啊有一个可以选择，单色黄衣左边中袋啊。这上去再下来，看二号右边啊，如果没有挡的话，继续还可以进攻。嗯，同时可以去协调下方的五号左边的底带啊，然后五号叫直之后呢，打进五号右边继续有七向下再来调这个四六，女子球员收上后一啊，下方的四六可以选择一个放弃啊。这盘的八号球是在左边中袋的上方，后面最后一颗的角度是一个关键球。先来看这个二，哎，不好啊，这个球勾到了花球。那么看看七啊，右边底带啊，左边五号是没办法打了，并且这颗球在打的同时，白球要规避开左边的花球，所以说也是需要一些细致的杆法。是吗？岩石。没打进啊。这样的话来看一下花色啊，首先是右边中袋有没有直接可以进攻的啊，十号球。打一顶，左边十四较大，把十四低杆打进啊，白球往回退一点。从前面，从前面这几盘来看，王云这个比赛啊，感觉更像一个练球模式啊。哎，对手给他压力还是不够大、啊。对。而今天一上来以我为主啊，打自己的这一个套东西。嗯。反手啊，把十一打。
是这时候已经要去考虑考虑你这个边库这颗了、啊、对，右边这颗十三啊，这个还好在上边啊，那么十二呢在右边边库这个位置有点小尴尬。往左边多走，因为五号球这个位置影响了你正常推杆白球向上的线路，争取避过它。发力，横向走，漂亮。第七局，王云开球。开球失击三次，判负一局。第七局，夏飞主胜，比分2-5。这边真是啊，嗯，哎，连续开球失击，王云也真是执着啊！我失击了，那我就还是。对，这个控制型冲球，嗯，送了一分。那么后面你是再累计三次开球时机啊，再判负一分，所以又给了你机会啊。哎，这样就差不多了，再来两次最多了，不要再多。这个，哎，张指导，咱们以前比赛，我记得您跟我说是讲过。讲过时机特别多的温铁军啊，温铁军我戴勇，2016年江西九江，哎啊，同一张球台，同一张在旮旯的一个球台啊，旮旯啊，旮旯这话说的可能有点这个北方通俗啊，就是在球房的某一个角落不通风的地方，嗯，然后这个位置刚好在附近就是那个食堂，它有点受这个比如说一些热气啊，甚至于说当时这个
下雨天嘛。明白，那个时候是正好是雨季啊。雨季，嗯，特别潮湿啊。我记得印象里边应该是这个戴莹有达到七八次这样的一个开球时机，嗯，然后我是五次，然后那个温铁军应该是六七次。哎，真是。那个时候的是，哎，三次的第三次就已经是判负了，判负一盘，然后第四次判负美式机，对，美式机就判负啊，第四次判负，第五次判负，第六次继续判负。那个时候有好多球员是这样的，比如看到对手开球不好或者女子球员，我就连续让你开，我自己都不开，坐在那儿大概有二十多分钟，比赛打完了，抢七抢七的，因为对手一直十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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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次我是一个五次，我印象里前面我是七比五领先对方，抢九的嘛，反手过来我一顿十击，啊，对手领先我，你这两分优势没有用，你知道吗？一顿十击，对，你看着球可能会进的，嗯，但是后面没满足其他的球过线，好了，直接犯规，哎呀，躺赢的感觉，对，其实挺好，前面你努力的啊，拼尽全力的赢下这一盘。几个炸球直接还过去了，哎，这回反弹没有进，但形成搂抱啊，嗯，对，其实咱们也可以在这儿跟咱们的台球圈有料的小编们啊提个建议，嗯嗯，就可以开一篇文章啊，讲述那些年开球时机的故事，对，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些细节点趣闻，啊，对。到了一个中盘啊，嗯，中盘来看一看啊，这边下位组呢还是七颗球啊，然后呢中段这边有制约到王云的一个七号啊，王云这边现在上手突破啊，要找一个点，这局面并不是特别明朗啊，嗯，七号球附近你说你从下往上从上往下都是奔着这个边库这边位置去带去撞，这个球一打，首先看看五是否勾下啊，五勾下的话，勾下啊，没问题。有没有想法直接两库上来看看位置中带叫的怎么样？再走一点，有点小吧？好像是有点小啊，就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推就能把十二号撞到边库这样的角度。嗯，但这杆的力度已经是叫的接近于啊，要达到那一百分了啊，能打。嗯，看看角度，偷，勾一杆。嗯，行哎，开了。左上看看四，啊，最差有黄一可以拼一杆啊。我感觉白球这个位置现在打三都值得啊，对，三号勾下是最好的啊，对，没有问题，你在后面叫的话也是比较难受，十四它影响了你最舒服的位置，还有一个就是王云这个准度啊，哎，把握了一点点啊，今天还算很自信的啊，嗯，失误并不高，
左上。哎，王云的这个准度啊，而且今天夏飞猪说实话给王云机会有点多了。对，他上来其实前三盘还好，他感觉就是我们常说啊，绷住劲儿了，嗯啊，信心也非常足，嗯，然后也是打得不错啊。好，这杆就是一个中带调黑八左下角这样的一个交位了啊，利用一个正常的，类似于中杆往上啊，不要太低，但是左塞这杆球是一个明显作用啊，因为你要用低杆比较低，你这左侧旋转就不能用太多。有啊，嗯，是这个意思。别太爆啊，这杆球。八局王宇胜，比分6-2。第九局，王云开球。开球时机。记得地带啊，正常高杆。夏飞竹其实能感觉他还是相对比较投入啊，或许是因为一个大赛的压力啊，心态有些小起伏，导致这个准度上的一些失常啊。在武汉站的时候他也有看到他打，其实他准度还是不错，很想打好啊，很认真。对，
好，领到。你看他其实有小细腻的东西在里面，就是对于杆法飞脚的理解啊，一些蹬杆准度啊，就小偷杆在女子球员身上能看到这个样子还是不错的。对，近些年多数都是这种九九杆了啊。没错。九九杆的这个先脚位置啊，比较粗大，能够弥补一些杆法力量女子球员的不足，对吧？尤其推杆轻推这个方面啊，现在这个位置不太好。对，多了啊，有点后斯诺。身材球后斯诺，身材球够不到，必须用架杆了，而且是高架杆。哎呦，加上把也感觉上也不太够用，应该。加上把也不太够，高架，必须是高架。甚至说高架不够的话，再加一个正常的十字架杆。这就是咱们常说必须要面对的竞技体育的这个身体天赋啊。这要是一个比如说身高在170往上的女子球员，可能打起来就会相对轻松一些。对。两米的更合适。就能扣篮了。对，甭管这个啊，我在这个最长的最左边到最右边啊，我一探身好了。像昨天的王一楠啊，哎对，那往那一趴，那身高优势，火力覆盖面太三分之二的台子啊，一个身高，一个左右手，对，这都是打好台球的条件之一。准度怎么样？哇，感觉一出杆好像要进了啊！这个方向上的运动，最后还是厚了一点点。但八号这个位置，并没有完全牵制住王云啊。是的，有很多球啊，比如说中带的球，五号的球啊，正常去找机会 K 啊，甚至于说黑八这边感觉还没太挡。我这七号。挤开也好，做破坏，然后我控白球防守，都是各种线路都有。是的。十秒。延时。来了，角度出来了，最好对小面，对细位，类似于前面比如说左下角李俊恒那杆，对吧？也别想着去兜 K 也怎么着啊，正常顺推，右塞想挂一点点，走过两库交位，太轻变中带，自己也长出一口气呀、啊，有点悬，这个就完全就是一个小一点中带啊，大一点底带啊，这自己摇头啊，对，本意肯定还是有一个意图，就是我要明显一点叫哪个带啊，有惊无险，
其实从他下方选球的那个开始，从下方打起的时候，已经剧透了他最后，嗯，他交位的线路跟方式。还好啊。7-2，暂停。第九局，黄云胜比分7-2，双方暂停10分钟，10分钟未到，判负一局。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杆，恭喜和中式太巧。厨房要省钱，就上蹭个够。原桥是2000家高端厨房，全球直采渠道，现对全行业开放。工厂直采，拒绝层层加价。厨房要省钱，就上蹭个够。万级球器，中式八球领导者乔氏荣誉出品，完美双轨设计，3年售后质保，超10年使用寿命，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厂家包安装。九万级球器，售后保3年，人工省9万。销售热线400-6060-147，转二。老伯，追上啊！来呀、啊！太平了吧？酷性这么好。啊，追上啊！乔氏金腿追分神器，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世博台球杆盒，欧洲设计，高新工艺，3层抗压 PC 合金，6重保护，极力减少挤压、摔碰对球杆造成的伤害。质保3年，世博台球杆盒给球杆婴儿般保护。乔氏荣誉出品。
硬核，独具匠心，职业标准，以爆球杆专注打杆，赢家选择。ARP 以一颗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懂球，懂力，更懂你。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锋利。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Box 杆，恭喜和中式台球。房要省钱，就上蹭个够。元桥是2000家高端球房，全球直采渠道，现对全行业开放。工厂直采，拒绝层层加价。球房要省钱。下飞猪开球。有点仿发，嗯，以为自己是冲球啊？对。哎，你还别说啊，这范文涛这一幕赶上了2回啊。嗯，我跟这个英广南那场比赛也是啊。啊，我也过去要开了一盘，也是有点忘了啊，就是想上场打球的一个表现。对。然后范文涛念了啊。第多少个断盘，然后谁谁谁开球。哦，哎，不好意思，啊，不是我开球，赶快回去了。7-2，剩54分钟啊！现在王云的上手啊，11有没有轻轻一带的想法？并没有。够准绕过来，准度够是确实不需要做太多的 K 球，对啊，基本上就是叫到正常往里打啊。那这杆的话，10号中但是有机会可以把这个5号往上稍微带一下啊，15直接解放啊。王云这个节奏是控制对的啊，就是哎 K 一到这儿了，其实已经是心里边很清楚了，我一往上一 K 一打就完事了。缓一缓，绕一圈，看一看下一杆进攻的这个白球位置，就是别太着急的去打。是的，忙中出错，出错对吧？为什么不说忙中不出错呢？忙越着急越快啊，越容易出问题。打一 K， 这个角度就更便于去轻轻带一下五号了啊。这五号肯定是奔顶正，对，你就顶5就好了。
别等顶太薄啊，顶薄白球向右上方奔着六那边去了、啊、考验王云的这个分离角，杆法要低，然后力量不要太大，好球啊，这个效果拿捏教科书。这个镜头啊，也就是导演手里讲故事的一个，对，通过画面来去让我们有一个看电视剧或者看故事这种感觉，很无奈啊，确实没招，就是没有办法上手。而今天王云的发挥确实啊，在最近的一些比赛当中，我们很少在体育台能看到王云这样有统治力的表现。王云的球其实他还是在这个正常的我们前端的这些人的队伍里边，嗯，啊，就前面32的人这种队伍里边没有问题，甚至于说可以到前16里边。是的，但就是不稳定啊，这个因素还是要自己平时去保持啊状态的稳定性，比如说最近抽时间练球的时间够不够用啊？啊，这心里边有些其他烦心的事儿处理的怎么样啊？是吧？哎，对，这种东西，啊，有些时候会干扰到你，是这样。胜负只是一个结果啊，往前推，就像您说的，我们怎么赢的，嗯，我是怎么输的，对啊。第11局，王云开球。哎，换手架了啊！之前一直是封闭式手架，这回换成开放式手架。力量可以保证，左边中袋也有球进，能不能把握住自己的冲球胜赛局？对。其实这种开球方式在王云的以往的里边也是有啊，有尝试过这种开完之后利用一个中杆或者中高杆这样的一个上扬的开球方式啊，主要还是想保证这个中袋进球，然后呢控制白球。带一些低杆左塞啊，单边扩起，中杆还有力道，左边继续九号一打，中杆十号跟十四有一个来回的过渡啊。刚才也是量了一下，就是十四左边的底带的一个白球位啊。那么现在这个九号的进球就是关键啊，有可能要低杆再往回退点啊，不能叫太直啊。叫上一个十号向下角度，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正常的就是轻推，就是高杆轻轻推，然后想要往下再走呢又再挂一点，就不用说强行的用那种蹬杆发力往下走，打起来更轻松一点，用这个旋转去找而不是用线路啊。嗯，好，少不少呢，肢体语言可能他从那边在笑啊，应该是有点小麻烦。其实他这么打，像我前面说过，就是他会费点力啊，你蹬没事啊，但是你要稍微的费点力啊。哎，跳杆，
哇，并没有调剂。下飞竹中带六号，三号可以不用管，拼一个上方后面较好位的一个七号球的准度啊。那这盘里边，对于他来说，王云该理理发了，我感觉啊，是吧？可能我操心有点多，但是这个您大金牛嘛，就是大家长，作为一个算是王云也能称呼得上的一个稍微近点人，想说一下。看着这个王云从这个不是特别好然后起来的啊，他们跟以前比如说像郑宇博他们这一波啊年轻球员，以前还个不高瘦瘦的，那确实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一下暴露您的年龄。没有，你不说别人都不知道。你最坏了，我感觉。小坏苏啊。二号不能先打了啊！打二号的话，你这个四一这边连续的两个包球啊。现在我觉得上手先把这四一这边先打一个。有把握都可以直接蹬两库，然后右上方 对奔七，别 K 呀！哎，看看三左上 K 了也行，这就算意外收获吧啊啊！这肯定是奔着叫七来啊。嗯，因为这个球我后一我 K 红三是意义不大的啊，还能打啊，三号球高杆从顶库再往下来空超力量，主要意图还是奔二十进，哎呀失误了啊，你奔着黄一走就是一个大力，你现在本身他有时候就是动作过大，那种准度上就这个动作变形了嘛，稳定住啊，力量过大啊，动作变形。硬拉呀，哇，这应该是十佳球了啊，这杆球有表演，这绝对是啊，在比赛当中这种极限杆法呀，你这咱们 TV 台咱不夸张说啊，二十场有这么一个球，这绝对是本届赛事的十佳球啊。好球好球，用这样的方式结束比赛啊，精彩。那么午间休息是我们下场比赛是2点钟啊，我们2点回来。2点回来。